这咋这小模特一个个的，这大商场啊，这是大金牛。哎呀，大金牛，牛年大吉呀，牛气冲天，真好。好家伙，哎，这是钢的还是啥的？妈，那个空壳，它还有车呢，这家大商场是真好啊。停车椅都累了，停地下了。你吃啥找了吗？我吃这个肥肠粉儿，肥肠粉儿。你愿意吃啊？我愿意吃。行，就、这、跟、个、酸辣粉似的，好像。愿意吃就行。那你去找啥去呗？我上那边看看，放下。那你去吧，一会儿那个咱俩上那边吃去。给我这个东西，拿了，下午。咱俩上那边吃去，我上那边去学么点。啊，一会儿我去找你去。极品。给我来一碗肥肠粉。拉那啥？这是冰粉上，再来一个这个，一个小饼就行，一个小饼。牛肉的吧？牛肉麻辣。行，那叫啥玩意儿？锅盔。锅盔呀、啊？行，多少钱？36。好嘞。这个，哎，我就啥也不用放了，是不是？那边有调料，自己看可以。哦，这边有醋、麻油。行，还有点醋。麻油，好了啊！你点了吗？点了。看我这啥样？看怎么样？交20块钱押金，一会儿给人退回去。啊。哎呀，配酥饼。这人这叫锅盔。锅盔。这啥呀？这叫凉粉。凉粉。嗯。这个是主菜呗。这个是叫肥肠粉。这俩整的全是。嗯，看我这个老妹儿怎么样？哎呀，行了，老头酸菜鱼。这碗大得烂的。这个辣度怎么样？辣度不咋太辣。中辣呀，咳一勺辣椒油。这啥家伙？咳。麻油是不是得放？咳。回来改词了，安排没有了，就是咳。走吧。可好了，哎，这里卖衣服老贵了，还有卖车的呢，这里。有，一楼有卖车的。这家，我这是个冰粉。吃的是不是也行？吃的那相当行了，这里好几层吃的，全是吃的。一圈儿，这个啊，我跟你说，咱俩能吃三天都吃。不太重样了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今天中午完了之后，早上在家待着没事出来溜达来了。我大哥在他们单位旁边正好开车来的。那个这里老大了，这家伙上边是卖衣服的，完了之后卖吃的，还有卖车的，这家伙各式各样的。挺好啊，挺好。俺们俩整一口这个，我这是肥肠酸辣粉，他这是酸菜鱼，小特色。啊，开饭，开饭。简单整一口，这俩都是四川菜。嗯，简单整一口。啊，晚上咱整点大餐。嗯呐，是吧？这挺好啊，这个是吧？嗯，让你搁家也没意思。没意思。晚上回不去，正好出来了，咱俩吃点挺好。我尝尝这个冰粉，没吃过这冰粉。冰粉，我老妹儿呀，可会点。哎呀，冰粉，不好吃。嗯。这是割了开的呗，不装。嗯，一股红糖味儿呢，怎么？你尝尝。冰粉不就那样吗？
不知道，一股红糖味儿，红糖水味儿。红糖水味儿。嗯呐。我真没吃过这玩意儿。这个是醪糟好像。啊。是不是红糖味儿？红糖。嗯。还行。我这一共是36。36啊？嗯。36，没给你买单呢。太少了，是不是？大三儿在买单。36就不行，给你买单了。明天整个楼上。啊，楼上挺好。咱那回好像搁这吃过啥玩意儿？对，上次吃就搁楼上吃。牛蛙是不是？对。嗯。还有呢，还有那啥。那边还有一家店，那个玻璃栈道那是我们去，那块也挺好，那商场也全是吃的，这里边也是，大连商场里边这俩商场吃的最多的。那明天中午上这溜溜，老了，全是吃的。大连就吃的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来吧，比我们长不多。对，咱们尽量，我领你多吃点特色美食。我待不了两天就回去了。还得上班呢，还特色美食呢，稀疏蹦去，行啊，行，油炸的好像，这家伙真吃，这吃点人没吃过的，你总吃那吃过的有啥劲？我这真不把我那么溜达，这我这是带汤带水的，你跟妈一样，嗯，好爽，是不是挺香？有点麻辣鸭脖味儿，哎。哦，你这啥味儿这是？就是四川那个麻辣香肠，你吃过吗？没有。四川有一个麻辣香肠，我以前在网上买过，就跟这个里边的肉一样味儿。啊，那我都没吃过那个。那你家吃的更多。麻辣香肠。这些玩意儿我比你吃多。那我们到哪儿都得喝点粉条吧。这家伙，整个特色还整个粉条，非常。这个好吃，小音乐还响起来了。嗯，我那年是在沈阳的时候吃过一个叫肥肠粉肥肠面，那个老好吃了，就是面上面放的肥肠呗。嗯，完了汤红汤的，这特色确实不错。嗯，给你个。哇，这个我。嗯。来，给我。我这好饿呢。给你，给鱼里头搞点肥肠，你看啥味儿？你看啥味儿？臭烘的。其实这种，你像这样的，就是那个小快餐啥的更好。不好啊！你各式各样啥都能吃着。嗯。你比那个像那种就是那个小饭店啥的吃一样两样强。一咬鸡肉渣是搁这来的。啊？一咬鸡肉渣啊，搁这来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它是一咬一咬渣。刚开始吃不太好吃，现在吃还行。这玩意得豁楞开，就得豁楞开。你看豁楞开吃，你不豁楞开不好吃。还有银耳呢，嗯，养生的，吃了不怕。你早上没去绞头去？没去，着急忙慌上单位了。车都没刷呢，走一道那个是全是虫子上面撞的。是的。待会儿我给他送许哲航去。许哲航，你下班就休去。下班就休去。要不然刷不掉了，不好刷了，时间长了。送这个一口，晚上撸串子去。你要撸串子吗？嗯。不用，谁要撸串子？领我大侄儿撸个串儿，昨天就说撸串子，
撸完串我明天后天我赶上礼拜六礼拜天不是礼拜天我就回去了。蛮好的，来一回你多待两天，还多待啥，我请假来一会儿，你吃完你就上班去吧，我在这溜达溜达的，累挺我就跟这歇会溜达啊，溜达吧，一会儿待会儿上劳动公园溜一圈，劳动公园挺好，对，待会儿上劳动公园溜一圈，下午没太阳的啊，下午赶上不热的时候，明天我上大赛事溜达一圈，你家请他忙了这两天，明天上大赛事看看有没有那个大短袖的，我再买两件，有没有那个能穿的衣裳给我妈划两件，俺们哪回来一趟都得上大赛事溜一圈，你就自己溜达吧，嗯，你看它这个里头高的不是那个花生，是黄豆，黄豆啊，那是炸的黄豆，有点特色啊，味啥还行啊，没吃过人家四川那个正宗的，瞅着汤啥行，汤行，咱俩这一红一黄，嗯，你这黄汤这家好像大补，就像你说的跟冰糖水似的，就有点像冰糖水，吃饱了一会儿我再溜达一圈，我大哥上班去，中午休息，溜达一圈，完了那个明天上大赛事溜达一圈，明天见，拜拜拜拜，我顶多待个两天顶多三天，拜拜走啊，走吧，你不还上班等一会儿的吗，不等会儿，咱俩上楼下看那个车去，送回去了，走吧，走，擦窗机器人，这样挺好啊，这样好啊，多少钱，3200吧，快乐带回家吧，3200吧，是不是？3200吧，快乐带回家吧。波妞，我叫胖妞，她叫波妞。你俩结俩。哎呀，这个是，这是那双立人吗，大哥？啊啊，双立人啊。哎呀，对，这头儿看着我。哎呀。有没有安排的，哎呀妈，我给你安排一个，这老贵了，大哥啊，这老贵了，贵贵呗，没多钱，不行，太贵了，这个锅，这个砂锅，铸铁的，这是铁的吗，铁的，我在网上看见他们有人买，哎呀 妈，这老沉了，这铁的炖啥呀，这一般都是瓷的好吗，不是，铁的，看我干铁的，那菜刀这家墙上挂一溜，卖铁的这哪都是，看这家伙多好看，啊，这不有价钱吗，啊，这有价钱，22.8，高不高，哎呀妈呀，2288，啊，你22.8我吧，哎呀妈，这这么贵呢，这铁的2000多、哎、这个这咋的，这白菜萝卜能炖出猪肉粉条味呗，这是，你这回头这视频是双立人给骂死，这呀2980是吧，你看那个两千九，你看那个，哪个？3480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好像越贵越沉，我感觉铁越沉，拿不动都。快走吧。走啊。走吧。太贵了，太贵了。安排呀、啊。安排不了。我给你做一个，老妹儿。整块铁，打块铁。走吧，下去。下楼。不是。走吧。